果说非要说芹菜在药理上面有降压的作用，这个你必须得去做药理实验。但是芹菜，你像这种芹菜呀、白菜呀、丝瓜呀、苦瓜呀，这些药从它那个植物学上，它的纤维素含量多嘛，纤维素含量多，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血脂，降低血脂以后，你血管的顺应性就好，弹性就好，血压就不容易升高。你从这方面来说，那它肯定是比吃肉啊、肥肉呀、什么这些效果要好啊。比如说，如果想代茶饮来稳定血压和降血压的话，我觉得丹参是临床上最有效的一个药，活血化瘀凉血，一味丹参共同四物，就是说它除了凉血以外，它还有活血化瘀、去淤血和生心血的作用。但是丹参的口感比较苦涩，所以不知道患者如果代茶饮的话能不能坚持。然后丹参、荷叶、决明子、绞股蓝4种药配合起来代茶饮的话，不仅降压，还能够降脂。